缘拄着你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无好的代志应该放袂记，事事着看开，每日笑眯眯，生命唔通浪费，健康是第一，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，世界有你。在好运气，有我有你，实在实在 happy， 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。世界有你，实在好运气。阿姑喊你阿赶紧是要去倒？我是要创啥？我搁爱问伊心上的代志。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哦会向出个回事嘞。而且将我心内话老实甲伊讲。老两个咧甲空气伫咧讲话，根本是中邪。怪，明明就行对家来，奈白一个呢人就无去啊！你要从啥？白老师，把你身高点，把证明交出来，啊，若无我绝对不客气。抢劫啊！啊，抢劫啊！救人啊！这位小兄弟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我看你的功夫这么好，不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？这敢是民庆堂？二十年无看，伊无来无去，对老人阿平是要创啥？尤老爷，你唔免这么客气。你为阮厝门口口，就对我到这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既然让你看破，我就唔免阁假啊。我问你。你之前为何要来阮娘家探听回避的消息？还阁有，你是用什么妖术把回避救醒醒？阿姑，老人只是一个囡仔尔，伊哪会晓什么妖术？伊会来找我，是因为甲伊功夫的人跟我有熟识，而且伊阁会晓医术，就是伊甲我救精神的。会晓医术，阁甲你有熟识？敢讲是？啊，你来在这，你偷偷我跟在我后面哦。啊，阿姑，我是你的早孙，我哪有可能会跟踪你？我是有代志要问你。我听讲你在发救人，所以我就赶紧赶过来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代志？三本讲迄个时阵是你要拆掉天顶的金身，敢是真的？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嘛知影，我私底下真钦佩廖天丁，所以我就出钱，予因安廖天丁的金身，安尼会使安大人心，有唔对吗？所以身上是你管的事？当然唔是啊！我这里无闲，而且我干那负责出钱。啊，你若要知影金身是向安的，你就要找当初处理的迄挂村民。是讲时间过这么久啊，迄挂人嘛拢老啊。而且在世应该是剩无几个。即马我问你，你讲救你的迄个人，伊捌医术，你阁熟悉，即个人我敢熟悉？这就无方便甲你讲啊。阮师是世外高人，已经无问世事真侪年啊。尤老爷，我好心提醒你，就算讲你一直跟踪我，我是袂了工的，你也是莫浪费你宝贵时间。三宝姑娘。咱来行。三本夫人，敢讲伊还袂熟练，会晓医术，阁是熟识的人，
符合这个条件的，就一个人。正啊，三妹妹，是我啦，我是龙人啊。我知啦，规日敢是我都看出来。想袂到讲哦，迄幼老爷竟然甲我同款呢，嘛足钦佩西。伊若是下当时嘛就看到西哦，一定真欢喜的啦。啊，是讲咱即马是要怎找到神尊的来源啊？这三宝回来啊！我西讲叫你莫阁调查神尊的来源啊。哎，就算讲查到，迄嘛无意义啊！迄无得靠，神尊是后来才去让人迫害啦，啊，才阁将阿母就坑入去的。无唔对，只要乃当找到真相，一切就当真相大白啊！系啦，其实我是惊你阁调查落去会危险。老爷，你不是讲咱这世人无要见面啊？你来阮家要怎？废话免讲遐多啦，我问你，洪秋海敢真正死啊？但我今麦不是你下骹手人，啊！你今仔日啊，亲门大户敢钓？以前我尊重你，你是我的头家，啊！我今麦食穿也免靠你，无需要回答你的问题。话免讲到这么紧，倒两个若知影之前你做过什么代志，我相信伊绝对会甲你断绝关系，打死就袂甲你往来。你放心，我唔是来找你的麻烦的，我是有代志要找你参详。你敢知影回避得着怪病，昏迷不醒？还佫有，倒两个拜一个高人做师傅，唔那是教伊功夫，还佫教伊医术。连回避也嘛去互救精神，三本大人嘛是因为安尼，才甲你无罪释放。即马上重要的是，回避也是毋是甲这个高人有熟识？无可能啦，哪会无可能？符合这个条件的人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王秋海。二十年前，敢那你看过伊的尸体，敢讲伊无死，是你对我讲白贼话。啊！动车时，确确实实我摸伊的鼻啊，都无喘气啊！伊无可能是阮老两个师傅啦。看伊这么惊吓，应该是无可能对我讲白贼才对。上好是无啦，啊！不过我考劝你，赶紧去调查清楚，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到底是谁，较免哪乌哪发迄二十年前的真相。敢讲你拢唔惊？我的代志免你管。哦，恁俊雄细汉就用学功夫保护家己，啊，即马阮老两个学功夫就袂用你哦。我看吼，你是做贼心虚啦。我做贼心虚。阿达，讲话爱凭良心哈。当当年若毋是你的怨毒心，甲我斗三工，我敢会成功？我考劝你，赶紧去把迄个来路不明的人查好清楚，较免枉费你二十年来的养育之恩，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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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俊雄，金光文，哎，俊雄，哎哎哎！阮俊雄哦，一定是避暑，袂用的，我给伊淡薄仔勇气。嗯，哎，大兄，歹势啦，就一个人，免客气啦。俊雄，你是我的天，是我的光，是我存在在这世间上的意义。叫你唔免叫歹势，我唔免叫我会记住你，因为我老爸你早就已经是你的人。
在受到不得不实的啊，光头白脸的，竟然跟查甫人结婚呢？对啊，阿当放出来，原来是尤家在出啦。我看吼，那白菜跟杨少爷关系无单纯。紧把迄小白贼赶走啦！若无继续闹落去吼，外口遐村民唔知讲啊偌歹听。到时哦，只有这路特要完了啦。这杨顺雄真正有够好大胆，已经甲翠红混了，居然搁在外口乌白来。哎呦，阿爸。啊，既然俊雄哦已经有介意的人啊，咱就好人做到底，成全因啦。啊，若无，等以后我若嫁入去杨家，做人的誓言就袂负安呢。什么誓言？袂用的，我绝对无可能成全因两个。这毋那是阿爸面子的问题，嘛是对不起你早死的阿母啦。我绝对无可能让你受这款委屈跟侮辱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袂用的放过，我一定要逼阿爸去退婚。阿爸，你讲到这么好听，讲什么拢是为着我好，啊，你又不是为着你的面子吼，牺牲我的幸福，讲到底哦，我的委屈拢是你出造成的啦。翠玉啊，你哪会安尼讲阿爸啦？阿爸听了心足疼的呢。阿爸的面子一点仔拢无重要，我只是想要替你出一口气。我才不是，你哪不是为着你的面子？那安尼，你明仔载去有甲退婚啊？我无啦，阿爸。这个老两个唔知伫个我背后变啥棒？是安怎我派去军中的人，大家拢失败？敢讲是王秋海伫个暗中保护伊，甲指点？不可能！阿大话伊讲，伊亲目睭看到王秋海的尸体，确定已经死啊。是讲万一王秋海若是假死，到时阵伊一定会等来找我报仇。我们退婚，我们退婚啊！而且，我跟你讲，我袂阁跟你斗三工。去煽动遐个好野人来抗议，女老板才跟我讲，是恁囝叫因阿爸的，我就感觉奇怪，你甲三本大人这么好，是安怎要找伊麻烦？原来哦，是要让三本大人压力，让伊放落阿斗走。丈人爸，你误会啊，我阿爸什么代志拢唔知影，我爸爸救落阿斗，我会使就算我甲迄个老板菜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是伊后悔都对我哥哥滴，我嘛是受害者啊！伊拢穿新娘衫，徛伫油家门下口，甲你求婚啊呢？讲恁两个人无关系，啥物相信？哼！你若唔相信，你会使去问三本大人，看是我逼去放人的，或者是老两个用妖术甲鬼灭救清醒，所以三本大人才不得去甲阿斗无罪释放。是老两个救清三本夫人。就算是安尼啦，嘛袂当证明因两个都是清白的。你，郭百丁，原来你早就心肝了瘫，想袂到你这么忘恩负义。当当年若不是我借你钱，你早就破产，流浪街头做乞食啊啦。还佫有，讲要举办未婚的人嘛是你哦。你今仔日才来阮厝来甲我讲要退婚，你这嘛是咧甲我洗面是？你真正是吃人狗狗。我这嘛袂当怪，谁叫你后生家己无才调，连野花都无都管好，我咪哪会放心把我查某囝嫁予伊？丈人爸，你唔知迄个小白？我当然唔知影，我嘛无想要知影，你伫面床底下哪只呆啦？呀，水哦，还倒去听我解释好无？我真正足介意你。我甲迄小白菜真正一点仔意思拢无，也毋过我对你嘛无意思。若是你坚持娶一个无爱你的人，到最后毋但你痛苦，甲你做伙的人哦嘛不会幸福的，感情是无法度勉强。谁讲的？
咱会使结婚了，咱不用感情啊！我绝对袂放弃你。哎呀！呀！谁敢动的？你嘛较有出团，莫遮尔了脸啦！查某人床仔头足多，你无法度甲我斗三工也袂要紧，上无你莫甲我制造麻烦啦！老两个啊，你要坐坐，阿爸哦有代志要问你啦。阿公哦，你最近哦咧学功夫呀，啊，佫有人哦教你救星哦，三本夫人，伊是毋是姓王啊？是啊。啊！拄只想说尤老爷要甲我滚妆啊！我咧想，应该是三本家通知你将回避伊就好，还是回避阿姑当面来关心。不过你要注意，这个人真阴天啊，一定门甲一支鞭。我咧想，伊煞来去找你阿爸。找我阿爸？是安怎？啊！恁阿爸较早是云间长工，你毋知哦？说出去啦，为着咱即摆想办法，甲恁阿爸抹平过。这册哦，是我伫个聊天店山东捡到的呢。迄嘛是我最近哦，功夫变化的原因哦。啊，三本狐狸哦，嘛是我伫伊册顶悬找到一种方法，将伊救醒的呢。啊，不过杨老爷讲你拜师傅哦，讲甲这个三本夫人早就熟识啊呢。哦，哎呀，啊，就有一天迄杨老爷，迄无代无志搞滚妆呢，我唔只讲一个白贼，甲伊欺骗的啦。伊滚妆哩？尤老爷这么有心机，既然要利用我套路两个话，你听咪？啊，你穿新娘衫是去对啦，啊，搁哭到安尼，我去甲尊雄求婚啦，白菜呀、啊！哪有迄查某囡仔去甲查某囡仔求婚啦、啊？你真正有够大面神啦，要甲气死是无？阿爸，先做袂用的。大家拢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！而且哦，拄只我已经甲俊雄解除婚约啊。若是白菜姐也真心介意哦，我第一个出来听你啦。俊雄，我原本哦，搁咧烦恼讲，你的豌豆啊，生了比你搁较水。我甲知哦，你这个大红花搁知影歹，知影要退出我甲俊雄之间。那安尼，咱两个人就会当做好姊妹啊！这个老白菜看起来哦，真正不是普通的笑，不怪俊雄提伊无法度。哎呀，说说起来，只要伊一直甲俊雄勾勾滴，安尼俊雄哦就无时间找我麻烦啦。我嘛只是来甲你讲这个好消息，啊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就先来走了。哎，我的好姊妹啊，你莫遐紧走啦，我阁有足侪心内话想要甲你讲呢。像俊雄介意食啥物啊？伊的兴趣是啥物？那无我好姊妹啊，你留来食饭好无？对啦对啦，你就做伙留来食饭啦，好无？讲你要送伊回去，啊，顺便才表达你的心意啊！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连行路拢袂晓行哦？无啦，我想讲最近枕头发生这么侪代志，我送伊回去，安尼较妥当啊。你是咧讲什么笑声？啊，我是谁？你也不是唔知啊？敢讲你真正以为我是查某人，所以看我无？无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虽然讲哦，你是查某人。啊，不过你比我实在任何十万，更有气魄，更勇敢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会阻止你去承认你家己是遗产，因为我惊你若是出代志，我会真自责，我会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啦。
咱走。巴黎当地商团聊天灯熄了后，电影就开始无平静，因为对高东公路山路中时火水淹落地，所以每到落雨的暗暝就闪夜光，甚至连当时日本警察的母子拢得着怪病。这个双本哦，就是一个日本警察，哎呀，足铁气的，伊无咧信这個，啊，但是因母子发生正严重的病，一天一直沉重，啊，大家讲，哎呀，你无去过辽光遐信众遐多，你比较下一个安尼啦，啊，来拜了后，到因母子讲无食药，我全一直好起来。啊，好起来，伊就是讲要搭食这疗工，所以才从这块双本镇子这块牌，啊来做伊的客件。听讲这块聊天顶的木牌，活动是日本警方的高层发现，就下令将木牌拆除，带去溪边。后来以外靠证明发现，才捡回来，一直保存到今嘛。红色的玫瑰，出心交心蕊。奈何烦恼暗淡苍苍泪，风尘如梦，分鸟如诗，全身满伤悲。花谢落，土落水坑，见小张。